家好，如你所见，我是东大陆地界的大王。不过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其实我……大王晕倒了，大王！父王大人，您明知道我胆小怕鬼，为什么还要……大王，您这样可不行啊！如果连下属都怕，未来是很难开展工作的。没关系，我都理解。这种恐怖的地方确实不太适合你这种小姑娘。大王，你没事吧？女儿啊，你继承了我们一族的血统，统领地界的职责非你莫属，你一定要加油啊！引兵听令。我只要彻底铲除你就行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是，大王。那我们准备。